猪油渣今天刚到啊，厂家这次给我邮了1000克一斤装的样品，大分量的这个是啊，再接着吃。感觉这一盘子都装不下，看着分量。我感觉倒不下。这还有。猪油渣，这也算是干炸五花肉啊，看到这一块这么大，这好像是烤肉肥肉相间的。我太爱吃这款零食了，它可以算得上是零食了。哎，香脆香脆的。看这肉质，一分钱一分货啊，贵有贵的道理，宝宝们，纯猪肉品质特别好，而且这款零食属于网红爆款了。太香了，一个字就香。